又是開心 share 的時間啦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我哋平時拍起嘢上嚟咧，即係閒閒地就十幾個鐘，又冇機會俾你落妝嘅，咁咧就好容易令到咧啲毛孔粗大啦，好容易有細紋啦咁樣。咁咧最近咧，我就發現好多明星朋友咧都用一支叫做少女針嘅嘢，仲要係超好用，用完之後咧個個都冇曬毛孔咁樣。咁我咁貪靚，梗係即刻買翻嚟試下啦。嗱，呢一支咧就係少女針啦，咁我有成個針筒型咁樣嘅，咁咧就咁樣擠出嚟啦。呢啲咧就係透明質酸啦，你見到透明結踢踢嘅，平時我搽成塊面咧，我用半支左右就夠噶啦。咁咧大家可以見到啦，我搽咗上去之後咧，啲皮膚咧真係即刻滑曬噶，零毛孔噶，好犀利啊！點解可以會有呢個效果呢？就係因為佢裡面有 20X 嘅透明質酸。而咩叫做 20X 嘅透明質酸呢？即係話俾你聽，裡面係有2000倍嘅水分啊！即刻咧，好似打咗水光針咁樣啊，可以令到你零毛孔之餘，仲零細紋添啊！零細紋又係咩效果啊？就係壓個十年嘅效果啦！咁我咧就可以同孩子嘅年齡差距拉近曬啦。咁仲有咧，就係如果你有多嘅時候咧，記得搽埋條頸，因為頸紋咧真係好容易出賣一個女人嘅年齡㗎，一定要好勤力咁樣搽㗎。至於呢啲咁好嘅嘢，即係如果你真係想試啊，你想去買嘅話，咁啊希望你買得到啦，因為咧我好辛苦先撲到10盒翻嚟㗎啫。係咪話曬